不知不觉间，香港已经由冬天慢慢步入春天，可能大家都会发现四围的花都开了，不如同大家一起去寻找他们的踪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特派员乐乐妈妈。今日 I Love 妈妈带大家一起去大埔百老湖看看传说中的郁金香花海啦。那我们现在出发啦。今日的赏花地点位于大埔百老湖互动中心。首先我们来到大埔墟站，之后大家可以选择乘搭绿色小巴、九巴或者的士前往。留意翻小巴和巴士落车之后都要步行起码五分钟，如果带埋小朋友去呢，建议大家都是搭的士会比较方便啦。来到百老湖互动中心，远远已经见到充满欧陆风格的建筑物，正是外墙都非常适合打卡。上年更是翻新了欧陆西餐厅 Billo， 可以看着无敌百老湖景用餐，非常浪漫。去到 Billo 餐厅旁边就可以见到郁金香花田啦。花田还有不同颜色的郁金香，还有双色郁金香，全部都很颜色鲜艳，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。乐乐，我们过来拍张照。可以尝试踎低影小朋友，用水平的角度影都会靓噶。郁金香的位置都不定只得一个噶。呢度有间花圃，入面都有卖好多唔同郁金香花。大家嚟到都可以睇埋呢一度啊！在餐厅沿着这条路走过来，都有一个很漂亮的打卡位，就这样会见到火车的，你听下。沿着这条路走都有机会见到小白鹿的。在这里拍棵桃花树和个餐厅都非常之靓。同埋大家都要留意翻，依家疫情期间有啲位都会暂停开放嘅，大家嚟之前可以 check 一 check。下次再带大家去个小旅行啦，记得留意我哋 I Love 妈妈，拜拜。